百年的相知相惜，你对我依然这么的不在意。磐石，雀儿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位列仙班，却连人世间最平凡的心愿也无法达成。成仙到底是幸还是不幸？从遇到你的那刻起，我们的命运就已经连在一起了，生同生，死同死。这石妖不能留，否则必成大祸。都说这月树是天道所化，代表着三界的姻缘，没想到那个花蕾居然是北辰元帅的，他也会动情啊。万物有灵，生而平等，我要践行我的承诺，以大爱护苍生。想不到当日一别却是永别。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，你都会履行你的承诺吗？铭记于心，永志不忘。若是九死一生，半步不退。太火，区区妖孽哪里就能真的危害天庭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杨澜与你再无瓜葛。就凭你奇来山妖众的能力，就可以在这三界之中为所欲为吗？